个哈、哦。哎，怎么拉？哎，怎么拉？我们看起来像是做好的，是拉这个吗？现在风大了，拉不动。是不是这边拉错条了？拉错条吗？对，还是绑错了？绑错条了，哈哈哈哈哈！绑错条，好好笑，来。哎、欸、啊，这个不用，这个不用伤，而、啊、是这样，这个是这样。这有结的、啊。绑错条了。他只是让你说。现在时间2:20。就这样就要完成了，那你就要拆。那这样就可以伸收就对了。对，你戴上去以后就。老师就在这中间这边哈、喔，来可以来抢。这就是中国节的天节，童军课不是有上吗？你的拉得动啊？嗯，因为我的是老师做的、啊。对呀、啊，我们这个都是做的。来，我帮你开。你不是说要用心啊？所以剪掉，然后再烧，还是烧就好。要剪掉再烧吗？哎，这个是拉的哦，你要剪的，好像是这两个。啊，是先这个剪再烧，这个是让它结。所以这个不用，不用了。对，这两个不要，就稍微剪掉。啊、剪掉，然后剩一点点，然后你就那个头就这样子，大概烧一下，它会圆圆的，黑黑圆圆的。剪两边。他说这个啦，先剪再烧，先剪再烧。这个就是不要我剪完。结的这两个不要剪哦。好。先剪再烧。对。要剪不要剪光光哦。不用留那么长吧。不，这里面一点哈。这个我们还是不会啊，还是不会啊，还是不会来。来，你抓紧。哎，哪里？这两个。好，抓好。抓好啊。你的拆完了吗？啊，打错了。好好好，在那边。那边你可以，你叫他一下。你不要说到别的东西就可以了。真的，姐里面好像没时间买。这个是带的，来，快点，帮你帮他拉，让他做。快完成了哈。